为着宣导武陵的好处，第三秀团便已举办一场宣导活动，并邀请家长带囡仔做伙进行一连串过关游戏，和家长甲囡仔培养亲子关系。小朋友的每一个动作是好，便已的医护人员直直讲真高水，现场的气氛是相当欢乐。你们两个站起来！爸爸妈妈一人揪一边，用小棉被和囡仔亲像是背起来同款。快当摕到倒几项礼物，那小朋友摕到脆食物啊，甲佚佗物啊，真欢喜，嘛予边仔的人拢讲有够高水的。第三秀团病院为着宣导饲人龄的好处，举办宣导活动，邀请家长参囡仔做伙闯关生游戏，嘛予大家看卖，即阵食人龄大汉的囡仔，每一个拢是头好壮壮。然后现在老三就是准备让他就是看他愿意吃多久这样。对啊，然后我真的觉得我们家就是抵抗力，因为他早产，妈妈就怕抵抗力不够或是免疫力，结果我们家是超好的，就搭配副食品，所以他们两个也很少生病。毛妈妈分享讲，原本烦恼量也无够，不过现在是坐到，也可以当分享后，赶快是成为妈妈的同事。生完之后，其实我自己的母乳量都还蛮充足的，然后多到就是。我们家的冷冻是会冰不下，甚至还要分享给其他的朋友，就是朋友也有怀孕的宝，就是有宝宝这样子，然后就是请朋友的宝宝一起帮忙消化。第三秀团病医表示，饲人龄的囡仔，唔那抵抗力较好，参妈妈的感情也会较亲。对于妈妈如果想要补喂母奶，或是要甚至她想要补那个哺育那个配方奶的话。那我们都要给予尊重跟支持，因为最辛苦的还是妈妈。那当然在产检的时候，医院的那个母乳哺喂的家长也是很重要啊。还有产后啊，我们那个医护人员的那个专门的那个知识哈，那帮妈妈帮忙她妈看能不能比较成功的哺喂母乳，这也是很重要。饲人龄的过程，妈妈上加辛苦，妇产科医生提醒。厝内的人的支持上加重要，尤其是身为翁婿温柔的支持。记者蔡浩凯采访报道。